第一次工作，正面口令：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首先看到我们的第一组动作，脚下呢，注意双膝夹紧啊，双膝夹紧。首先重拍从下往上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注意我们的重拍呢是从下往上起的，然后我们的头呢是随着我们身体的摆动，头往左边，然后头往右边。首先头往左边的时候，注意双手呢从我们身体的下方抬起来，抬起来的时候头自然往左边摆。注意我们的左手是平行肩膀，右手高于头顶。好，然后双手落下，来一个相反的，头往右边。好，我们加上我们的步伐来一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左脚往旁侧侧步，然后双手从下往上交叉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。好，双手从头顶滑向你的正前方。好，然后把左脚往后往我们的旁侧收，然后再来一个重复的。好，一样的动作，右脚点地。好，双手上到头顶，然后压下来，然后手从你的上方右上斜方甩下来。注意这时候我们身体的重心要往后靠，把你的下巴抬起来，用你的鼻尖去找到身体的前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动作。好，请看我们的背面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要再讲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这组动作呢，从下往上起的时候，身体呢要有一个气息带出来。首先往下沉的时候，首先是我们的脚慢慢的往上抬，看膝盖慢慢的往上伸直，然后到腰部伸直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有一个气息的贯穿。首先呢，从下往下沉的时候，好，身体放松。好，提起来的时候呢，气息慢慢的往你的头顶上方灌溉啊，就是说呢，从下往上起的时候要有一个气息啊。气息呢，我们是要从胸腔啊，胸腔发出我们的气息，而不是你的嘴巴啊，首先不是你的口腔啊，从你的气慢慢的吐气往上啊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组动作。好，请看我们的正面口令：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八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
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，六七八。好，首先看到我们的第二组动作，第二组动作呢，连贯的动作比较多。好，首先看我们的左脚往我们的左边迈步，往我们左边迈步的时候，注意脚呢重心要往下沉啊，膝关节往下沉，沉的时候注意，首先是你的膝关节先往下，然后腰部再往下，对，然后我们的左手呢放在我们身体的旁侧，右手在你的胸前掠过，好，一个两个，好，我们手跟步伐一起配合，五六七八，头往右边倒，重心一二三，好，四的时候双手落在你的胸前，好，重心往下沉，塌腰，好，慢慢的起来，眼睛往你的右四十五度，注意这一拍的时候呢，我们塌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迅速啪的一下落下去，然后抬起来，好，然后眼睛回到你的左下方，好，膝关节带动加一个颤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四个方向转身，好，转到这正面的时候，好，手呢从你身体的后方打开，掌心向上送到我们的前方，对，注意这时候我们的右胯要往我们的身体的前方顶出去啊，右胯往我们的前方顶出去，手从你的后方打开，双手端平，好，左脚收，右脚再来一次，好，这时候上左脚双手抱于你的胸前，把你的下巴抬起来，好，右手落下，左手伸，好，左脚膝腿身体面向一点方向，右手伸，好，然后双手打开，重心往前移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第一部分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从这儿开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八，五六七八，颤颤颤颤，手从后方打开，好，再来一遍，上左脚双手抱住你的胸前，注意这一个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步伐迈得大一点，抱于胸前，好，甩左手，好，甩右手，身体面向前方，重心往前移，把你的下巴抬起来，好，接下去呢我们的右脚往后退步，好，首先看到我们的步伐，右脚往后退步啊，看右左右左，好，左右左右，最后一拍的时候呢，注意我们的前脚在你身体的前方往前踹，踹出去啊，好，我们从这开始啊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张手啊，好，右手高于胸前，左手在身体的前侧打开，看，抬起来往外啊，一二三四，这时候我头在左边，好，右手落，五六七八，注意现在你的身体是侧面面向观众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看到没有，我的身体已经拧到你的旁侧，从前拧到旁侧，好，
五六七八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双手摊开，好，右脚先往后走啊，右左右左，最后一拍的时候，把你的右手的掌心竖起来，左手呢平行于你的胸前，好，然后左脚往后啊，留头转，左右左右，注意头要往旁侧倒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连贯起来，五六七八，右左左，左右右，右左右左，左右左右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组的动作。好，请看我们的背面分解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哒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。右左右左，左右左右。第三组动作，正面口令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一哒二哒三哒四哒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三组动作呢是本支舞蹈当中比较有难度的。好，首先我们从这开始讲，从刚才第二组的动作造型。好，左手盖于你的胸前，右手往上举起来。好，身体有一个拧伸，往左边顶出去，然后往右边拧，头看你的正前方。好，往左边，好，拧伸，往右边拧伸。好，走两个，注意这时候身体的重心要往后仰。好，右手落，双手盖于你的胯前侧，好，重心往下沉，膝关节弯曲，下巴抬起来，好，右脚再往后撤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往后撤步，右脚撤步。好，然后呢，注意接下去的动作呢是手呢从我们身体的外侧画一个平行，然后双手的掌心向上啊，把你的肘关节架起来，然后眼睛保持不动，看你的左上方。好，我们从这开始啊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学一下步伐吧，因为步伐呢比较难。好，首先看我们的步伐呢，看啊，是，好，右脚落，左脚上步，一哒，好，一哒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膝关节加了一个颤膝，啊，膝关节的重拍往下沉，啊，好，我们再来啊，五六七八，一哒，二哒，三哒，四哒。好，注意呢，我们往下沉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胯骨呢也要往下坐，看，要往下坐胯，看到没有，要坐胯啊。来啊，五六七八，一哒，二哒，三哒，四哒。好，首先我们四个方向来一遍啊，五六七
八，右脚先落啊，右脚先落，上左脚，上右脚，上左脚，上右脚，就是左右左右啊，都是先出左脚，再出右脚。好，我们家用手看啊，手呢，双手从你的旁侧打开，肘关节架起来，眼睛看你的左上方，好，眼神保持不动。好，换脚，好，二点，好，这时候呢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，啊，好，我们完整的来一遍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八、二、八、三、八、四、八。注意，我们身体转换的时候，双手呢要同时的往你的旁侧打开啊，注意一下啊，这个拍子，右脚落，同时打开你的手，对，手脚要同时配合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是我们注意的细节。然后接下去呢，左脚往后，左脚往前啊，双手往前交叉，一搭身体塌腰，二搭双手打开，三搭四搭，好，双手空拳放在胸前，好，把你的头扬起来，双手注意。不能高于你的胸前啊，不能这么高，刚好落在胸前就可以了啊。一，双手打平，二，打平，好，双手从身体的下方，好，慢慢的往上举起来，好，右脚往前勾脚，双手摊开，好，身体重心慢慢俯身，好，身体气息放松，头慢慢往下低，好，注意我们这个俯身的动作啊，首先呢是我们的胯骨先往下半蹲，然后呢头慢慢的往下沉，然后我们的腰慢慢的往下塌，慢慢的俯身放松，好，背面口令，准备，五六七八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往后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慢慢俯身。这支舞蹈呢，总共呢有三组动作，比较难的呢就是第三组动作，就是刚才四个方向的转身啊。有的舞友呢可能会有困难，因为大家的舞蹈基础跟身体条件也不一样，所以说呢，我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啊。如果是说这个动作大家要是做起来比较困难的话，我们可以做成左右脚并步，一搭二搭，我们可以做成前后的步伐啊，一搭二搭，看啊，一二三四，我们就不要做交替进行的啊，我们就做同时进行的。什么叫同时进行呢？看，本来是右脚在前的，对吧，右脚落，上左脚，上右脚，对，把你的膝盖颤起来就可以了啊，就不要做前后交叉，就不要做成前后脚了啊，就可以改成左右脚同时进行，知道了吧啊，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本支舞蹈的分解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